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看我今天拿了这么多工具，有柴刀，还有个小锯子，还有个光头强的锯子。我们今天要做个大工程，把这棵杨梅树砍掉，因为这杨梅树老了，有十多年的时间了，树都干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它都不结杨梅了。开始工作。倒了，哦，好，哇哇哇哇，哎呀，拿来当柴火烧。哎呀，哼，吃奶的力气都用上。又断了，我发觉我力气还是蛮大的，砍了两个树杈，我们要趁着现在把这个老树子给锯下来，因为到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啊，杨梅就会长出新的树枝。你们看，这个树枝都干掉了，它水分提不上来，都干完了，锯掉它。我现在发觉我好像那个女版的光头强。哎呦，断了断了断了，哦，吓我一跳。哦，差点把我压倒了。把上面的那个柴油，小柴油是我压倒了。干嘛啊？现在压这么用哎？现在没辣油哎，对吗？好了，我伯母怕把上面的小柴油树压坏了，他在下面扶一下。你娘多坏不嘞？没有，娘在边上。已经把全部的老树枝全部锯下来了，就剩下这些是今年长出来的新树枝，就留着它们吧。现在我们要用塑料薄膜纸把这个刚刚砍下来这个树桩啊包一下，那样子不会容易干掉，它才好长出那个新树枝。哎呀，真的，太土了，太难了。现在我要用塑料薄膜把树桩包起来，盖一下它。好像给他穿衣服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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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小长狼跑到我身上来，好小一个。放你在这里吃虫子，吃蚊子。好了，大功告成了，
就盼它赶紧长出新树枝，赶紧吃上杨梅吧。